今晚咩情况啊？得三个。阿强冇嘢啊嘛，我个警署对面啊嘛，今晚啊嘛，我知道，好即刻嚟。我唔想你出去啊！班兄弟等紧我噶。咁我呢？你冇咁啦，今晚班兄弟真系好需要我啊！我都好需要你噶。你知道我同佢哋共过患难，阿强而家有事，我点可以唔理佢噶？而家几多点啊？好夜啦。有咩好担心啊，老婆？香港今时已经唔同往日噶啦，夜返系好安全噶。香港已经回复稳定，好安全噶。你唔记得咗嗰年我哋做咗一个好好嘅决定咩？2019年嗰时个社会立立乱，嗰年嘅区议会选举，我哋决定用选票投俾支持香港和平嘅议员，香港先会回复到而家咁安定繁荣。所以你唔使咁担心。都是的，好彩当年有出去，还做了一个啱的选择。是咯，阿强他失恋啊，我知道你担心我们喝多了。我跟班兄弟说了，我12点会走的，不会跟他们喝通顶的。嗱，你说的。当然啦，我走啦。早点回啊。